是好看，还是这个最好看。新郎新娘，我们的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，现在可以请大家过去准备了。可我好紧张啊。加油加油加油。去吧。加油。跟你说个事儿。我之前不是跟你说我喝醉酒去揍陆星辰吗？我没揍他，我跟他表白了。怪不得他一副想亲的样子。好啊，我现在该怎么办啊？什么怎么办啊？上啊！你情我愿怕什么？我觉得我好像有点配不上他。哎，你脑子进水了？除了他，谁有资格说你配不上？他愿意就行。上，牧羊，你要不要去补个妆什么的？不用，这个呢，是我最好的朋友送给我的礼物，我要带着他走进我人生的新阶段。可以，那我们看谁。欢迎各位的如约而至，非常荣幸能够在今天和诸位一起欢聚在此，共同来见证和祝福牧羊、温西他们的完美爱情，并且陪伴他们一起牵手走入婚姻。而此刻呢，我们美丽的新娘已经准备好了，全场所有来宾，让我们响起最热情的掌声，请出今天最美丽的新娘温西华丽入场。先生，你愿意娶温西小姐作为你的妻子吗？我愿意。温西小姐，你愿意嫁给牧羊先生，让他成为你的丈夫吗？我愿意。辛苦你了，小意思，举手之劳。那也辛苦你了，今天是你的休息日，还跑来这儿当苦工。跟你一块做事儿不叫辛苦，换个词更合适一点。什么词啊？没想好。心甜，心甜还不错。心甜是什么？反正是甜，不是苦。哎，看着他们成双成对的，我也想谈恋爱。
送给你。谢谢。哎呦，哎呦，没事吧？没事吧？啊，没事。哎呀，太感谢你了。哎，小心点。我这平时不怎么穿高跟鞋的，你看今天出丑了。哎，谢谢啊，谢谢你。没事没事。请问你是牧羊的朋友还是温西的朋友啊？我都是。都是啊，对对对，好巧啊！我是温西以前的同学。嗯，你是干什么的呀？开面馆的，拉面馆。我特别喜欢吃面。嗯，我真的快累死了，你知道吗？这混结的真的太累太累了。想想这两个人那一出，这婚礼已经就是那个什么，一波那个什么，一波三折。对对对对对，一波三折啊！真的是，我跟你说，这不算累。我听我爸妈说，结婚不是最累的，婚后才是最累的。真的假的？嗯。挺帅吧？嗯。我来的不算太晚吧？温西，恭喜你。嗯，谢谢。星辰，我本来应该跟你一起来的，但是我病了不舒服，所以才来晚了。我送你回去。喂喂喂，都已经好几家卖场给我反映了，促销活动也吸引不了。我们可以先交定金，再交全款，销售业绩还是现在呢。很多的服装生产商要求跟我们重新签合同。陆总，报表在这儿，您看看。陆总，现在情况不乐观，得赶紧想办法呀。程总的负面新闻对公司影响很大，再这样下去，公司没办法运营下去。情况都这么糟了，设计部有什么问题没有？陈总的事情目前对设计部还没有什么影响，只是我们要根据市场部的调查来确定下一季选题的方向。情况我已经了解了，先散会吧，我会想办法的。陆总，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？其实这些天我脑子一直乱得跟浆糊一样。那就让自己放空几天，我们一起想办法。我自己很清楚，在设计上我没有什么天分，现在看来在管理上也不如我母亲，我就像是小孩玩打车一样。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领域，你可以发挥自己的优势啊。这是你们 check 的最新设计吗？这个面料。你知道这个面料啊？这个面料是1945年的时候由法国研制而出的，当时都用作军用物资，后来在巴黎时装周上被设计成了女装，轰动了全球呢。还有啊，这件。这件我知道，当年张骞出使西域带去了中原文化，而且还把丝绸技术带到了中亚国家，这上面的印花呢就很有早期中原文化特色，这应该是当时中亚国家受到了中原文化影响后的产物。真没想到你对布料还挺有研究的呀。没有你了解。我想到了，给我来一下。